菜米如果没有煮熟，容易会造成胀气还是胃下垂？胀气。请揭晓。聪明啊，来，请选择。八五。八楼之五。普通。一万一留是不留？留啊。留。记账。压力变大。因为我问两次了，好。我留两次就不能再玩了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我再说第二个提醒：保留不该保留的，或放弃不该放弃的，都会输。我先讲喽，好。过，年轻人准备，请出题。爱吃甜食与爱吃过咸的食物，何者比较容易会罹患大肠癌？爱吃过咸的食物。请揭晓。甜食比较容易，来换。苗可丽准备，请出题。北市的富康巴士服务对象当中，植物人是属于特 A 等级还是 A1 等级？A1。A1，请揭晓。是特 A 等级。太难了吧？换，年轻人准备，请出题。北市富康巴士费率比照计程车的三分之一还是五分之一？三分之一。请揭晓。恭喜。请选择。你觉得？你选。八楼之三。八楼之三，开箱。尚可。只是尚可。不留。十八秒，后面快的话有三题。嗯。啊，我们请尚华姐姐帮你赶一下，好不好？好。苗可丽准备，苗可丽还有一次保留的机会，请助理。羽绒材质还是丝质的衣物比较适合干洗？丝质。请揭晓。请选择。六楼之四。哇，波尼啊。结束了。拜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你很大。在问哦，对，太巧了，大概最大了。进账，哇！我们好久没看到过八万的奖金了，真的，哇！今天你们的年轻表现得很好，我觉得时间还可以往下走。来，请助理。套装服饰建议穿三次以上，还是穿过几期比较能够延长寿命？穿三次以上。穿三次以上比较能延长寿命。我被吓到了。延长寿命。少洗一点，穿三次以上，请揭晓。对，少洗位置，加油。请选择。七楼，七楼这儿，八楼这儿。好。十四秒还有两题哦，不要拼啊，就拼。对，反正你们也没差了。对啊，拼，再拼下一题，请出题。风尘上的玄关百兰花可以稳定磁场，是招贵人。稳定磁场。你呢？啊，换我了。不是，不是，跟你无关了。跟我无关了。对对对。你保留两次了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稳定磁场。请揭晓。招贵人。再出下一题。象征稳定精神的鱼招财的是黄水晶还是海蓝宝？真的还有下一题？十八秒，竟然有四题。变得好快哦！加油。请揭晓。因为我们蛮有。哦。请选择。七楼之二。现在等于看了什么都要开了，因为一次都没有保留啊。七楼之二对吧？好多了。一万四进账。八六八。看起来好看多了。最后一题，请助理。东风在季节风向当中指的是夏天还是春天？夏天。东风，夏天，请揭晓。比赛结束，八万一千元，恭喜我们，漂亮。三万块太厉害，漂亮。全新赛制带你一起长知识，用你的智慧解锁财富大楼。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全新攻略，快点来订阅。